自己覺得咧，一個女人咧，唔單止外表要靚啦，其實我覺得內裏都好緊要，即係內裏你點樣去發放一種幸福快樂嘅感覺，咁樣先至會有光彩咯。正如好似一個密雲中嘅女人啦，你見佢哋其實長期都會發放一種好幸福、好快樂嘅感覺。咁對於我嚟講，呢樣嘢先係徹底嘅美麗。